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软件，就是如果你疫情期间的话，家里有人需要隔离的话，你用什么打电话或者打微信视频、微信语音或者微信发消息啊，都不太方便嘛。就这个什么南山对讲，就像对讲机一样，这个会稍微方便一点。如果要下载的话，它安卓啊、苹果啊、还有 Windows 电脑啊，都有软件的。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然后进到这官网，然后就能下载。就不要在什么应用宝啊、什么助手啊、什么，你要那个手机应用商店，你可以找一下。点开的话，你要，要不然就是你有群，有群你就搜索，那放大镜搜索了你去添加。要没有的话，你就摁底下这好友。那，右上角三个杠，那就。这是创建频道，那不对，我原来是，它是屏幕上面直接有一个添加好友，你就按它，因为在这个好友列表嘛，直接按屏幕上这个添加好友，那就可以去搜索对方的那个昵称，然后直接就可以添加进来了，那就在群组这边直接按住对讲就行了，你这边讲，它那边自动播放的，然后那边也是那边讲的，这边自动播放的。那演示就不演示了，然后就跟对讲机是一样的，你的有网络，你不管有 WiFi 有流量，它都是可以用的，就比较方便嘛。就是这个软件完全不能关闭后台运行，不然就呼叫不到了。